安安呢？我跟你讲，你给我点起哦，你还讲话，我连你做的假事，我听无恁讲啥啦，走啦，走啦！你讲的，你要走倒？现在看你，我就要走。安娜，做亏心事，心虚啊？上心虚啊？我只是无想要看见恁病毒跟恁冤。你若是敢唔紧走，我即马就随报警哦。好，查某囝，紧报警啊！哈，好。你上好报警，来，咱坐落，坐落看好戏。我特等警察来，叫警察吼，顺便问一下，是毋是林慧杰叫人开车去弄小叶，请警察代您做主。哎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搞讲啊，哈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滚大小姐啊，好你还敢目睭无看你啊啦？个只地痴，改鬼改怪啊你啊！对不起，小叶。小姐，这办法就看袂到，哪呢啊？忙你啊！我大小姐安尼啊，拢你害啦！我真了爱小姐，我无可能伤害伊。你搁想要骗我？啊！查甫囝敢做较难当啦，是林慧杰哦，故意拍人开车哦，弄小叶啦！林慧杰，你讲我害小叶？不是啊，林慧杰这个小查某，伊根本就是要把代志抹落我，迄小查某我伊袂听一啦。因为袂听钱，你有在听钱了？就是开心。哇哦，甲龙哥哥那马家无一块好呢。哈，有可能为着要替你出气，啊，唔着甲龙哥哥抢一块地，啊，可能一时气愤，啊，我们家下毒手。你是调岗的你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不是，伊可能无想要想到你。你卖阁讲啊，你卖阁大包，你爆炸。你免甲芳个拍个啦，你家己听看卖啊。连芳个这种啊，无你动头壳个人啊，拢想会到啊啦，你也想袂到。你就是为着孤证人啦，连家己后生查某囝受伤哦，拢无要无紧啊。我讲过啦，我甲千山就是清清白白，敢那是朋友尔。你一直来吃一罐的陈年老醋。你敢无感觉你家己真好笑呢？恁爸好笑，我咧顾着你某啦，我到底做唔对啊？我来讲起，拢是你伤过良心啦，都已经做阿嬷的人，还搁咧四十年前的旧情人，还咧高高调，你讲笑死爷哦！是安怎呢？啊，有话人袂愿交朋友呢，啊，我就应该关咧厝内，替你做牛做马。啊，逐工哦，规工无闲，甲拼扫、洗衫、煮三顿呢，我拢袂瘾互家有家己的生活呢。恁袂当时讲过，你袂当有家己生活，啊？你去行庙进香，去交人甲朋友做伙跳舞，我头一个动过啊。恁要搁做伙陪你做伙跳咧，我做洋菜做到你搁无够的哦。难道是你啦？甲即摆搁无到家己才要放袂记，讲什么粗乱？跳舞是你要提，迄出来是你问我像才会讲的。阮查某囝出车祸，互人弄着死命，敢是伊自私的？恁查某囝叫车弄着，我唔知这个台词嘞。你妈在遐装笑啊？你唔是跟我前下山顶伊在地？我真想袂到，你一个商会会长。有着你个，你用讲垃圾布伤害阮家的人。你讲有人甲你相生，迄块地超故意呢？开车去弄恁祖囝，到底什么人？当然是要巴结迄个地主啦！你搁见伊啊？我即马这表情，你是甚么意啊？小路啊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件代志呢，唔是我做事的，但是我可能知影，甲什么人有关系。你稍等一下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